兄弟们今天又收到了一眼大佬的投稿，这张新图苏格兰场用 C 车积木都能刷五杯，而最离谱的是这还是没有带宠物的，最终的记录呢是跑到了1分56秒，据说还是同秒 C 车有宠无 ECU 的国服啊，我都没有开始练图，别人都已经可以用 C 车甩我未完成了。还有3岁半小调皮对这张地图也非常熟悉了，我也跑不过他，相信在座的各位你能跑过他的也是少数啊。其实呢，我们光看别人跑得快也是没有用的，自己想要跑得好，首先你得把这个路线给记好。一些用机甲车跑士林的大佬，你们看的是不是很有视觉冲击感，特别的强，由于这个车速也是特别快的啊，我们也很难记得住。那么我们看这个 C 车积木的一个跑图呢，其实就没有那么快了，那我们可以记住的地方呢就时间非常的充足啊，没有像机甲车那么快一下子就 biu 过去了，你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在这个地方直接转个圈圈然后下来啊，这里就挺难记住的，很多人估计跑着跑着就懵了，都不知道在哪个点位是吧。好的，这边我也话不多说，一起来欣赏它的操作吧。如果您喜欢这一期视频，别忘了点赞评论。